洪拳乃岭南拳术之首，又分公子夫妇拳、野线拳、虎鹤双形拳、五行拳等。公子夫妇拳为洪家五行拳，主练扎马、巧手之功；野线拳主练内功，所谓外练筋骨，内练一口气。虎鹤双形拳则是从五行拳演变而来，五行拳来取龙蛇虎豹鹤之形态，讲究虎形练骨，豹形练力，蛇形练气，鹤形练筋，龙形练神，即可单形练，亦可虎形修。手法有分十二桥，刚柔逼直分定寸，一流一致定乾坤。洪家拳术要求形、意、气、力、声高度统一，主张以力服人，以威取胜，硬打之上，讲究硬桥硬马，以气催力，以声助威，气吼山河动，举步风云起。